13th of July, 4:50 p.m. I'm sorry. I know that means little at this point, but I am. I tried. I think you would all agree that I tried. To be true. To be strong. To be kind. To love. To be right.嗨，我是千叶姐姐。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斯瓦尔巴特群岛。没错，我来到了北极。这艘乘坐的船呢，叫做伦勃朗号。这是我最爱的吧台。因为有好多的 whisky 还有咖啡机，现在呢带你们出去外面看看。在这里的七天呢，我们经历了一切你能想象但却从未体验的极地之旅。从小呢我就爱看海贼王，所以当我真的踏上甲板的时候，我是既害怕又兴奋。每天起来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拿上望远镜走上甲板看向远方，总觉得会发现什么新大陆一样。等等，他是谁？没错，这位爱跳水、潜水、滑翔伞、射箭，已经走过77个国家的少年饶顺，就是我这次同行的伙伴了。出发前，我还在迪拜。我从没想到过我会在商场里面看鲨鱼。认识了一位好友，替我解决了一些签证问题。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往了挪威。落地奥斯陆的时候，我发现天气很好，于是就和当地人打起篮球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今天晚上我应该会去飞一下航拍。那幸运的是，我在当地的跳蚤市场找到了这个相机。歇息两日后，等待我的又是飞行。
签证又出了问题，但长期在外行走的我早已有了随时解决问题和对抗孤独的能力。应该是那架小飞机。机窗外慢慢出现雪山、冰川，我仿佛就置于这地球之上。我到朗伊尔城了，随便逛了逛后，我就在码头上等待上船。我看到了很多次分别，我也给妈妈最后打了一通电话。上船后，我的故事又将会如何呢？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、野生动物和自然奇观呢？我们。